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搭讪亭》，表演者尚小菊、王九龙。谢谢，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。要是再热烈一些就更好了。刚才是两位老师说了一段，是这个刘凤春老师啊，是这个方作派，二位贾四初，对啊，两位打算上台，我们俩就抱着学习的态度，一直在听，一直听着那个表演，嗯，两位大概说了有个二十多分钟的时间，我一直看着表呢，啊，说的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应该怎么说？说得好啊！说得很好。哎，那咱们下去休克，休休休休。这位什么组织？太紧张了。哎，休息一下，歇一会儿。这场呢，换上我们两个帅哥，重新的走上舞台。家里没镜子。啊哈，不算你。这个，那行吧。换上我们两个，你高兴就好。演员，哎，再给大家说上一段，聊一会儿。走上舞台，发现今天的观众很多。是吧？楼上楼下，骑马坐马。哎呦，座无空席，好几万人，哪儿那么多人？原谅我啊，眼神不好，散光，散光，啊，散光，我一个人能散出一万多人，散得特别厉害，就是来了很多的朋友，倒是不少。作为我们今天的小演员，好好演出，对，争取让各位啊不虚此行，嗯，可能大家都俩人。不认识，哦，不太熟悉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尤其是您，我叫尚小菊。嘿，好。尚小菊啊，小菊是一个小演员，啊，看得出来。啊，看得出来。这个老师要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这脖子都疼了。啊，我脖子也不舒服。好好，要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没有这个必要。啊，可以。其实呢，如果是说的真不介绍了，拉扯来啊，真不介绍了，那都是啥啊？我这客气，可您得说我是吗？对，我们呢，打小就是没文化。您到您这，这是谁给我起的名字呀？啊，我姓王，叫这嗨，什么名字呀？王九龙。哎，这是我的名字。王九龙。哎，其实啊，我们是这个从小就在一起。您说这话不亏心吗？后来你大长大了吗？后来你长大了吗？你怎么没长啊？我恐高吧，怎么着？你不知道上面的空气有多好？我不爱长，不爱长，没长起来。这个我们是从小，对，我们是同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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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块学习，真是同学。同学们，下一位王小哲。哦，您说前几场的那个？那个王小哥，我们都一块儿啊。包小贝、刘小婷啊，今儿不在啊。他朋友什么周九良，嗯，然后张九泰，张九泰，这些是不是都是一块儿？啊，还有庄子健的，庄子健，没酒量，没酒量啊，他都知道。您的前前任啊，都是一块儿那个上学，对，我们关系都特别好。你看本应啊，今天不应该出现人家这个队伍，人家是九队，对，我们是这个。二队，你说二队他走了，你看看，多、啊、不爱看你，你走了，嘛呢？你走了，人可能是关鹤柏的死忠粉，关鹤柏的那个粉丝，嗯，没关系、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队是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啊？哈尔滨，哈尔滨，谁问你了？哈尔滨，我们咱们个人介绍一下，聊会儿天嘛。不，最近没有回来，嗯、在松花江涂冰呢，冰啊，就临时跟这位老师。哎，人说相声棒极了，也不行，也不行吗？嗯，但确实挺好的。什么意思呀？干嘛老阴阳脸呢？我说你说呗，干嘛？我说你说相声棒好。我这不谦虚吗？我这没，你要谦虚你就踏踏实实的。我踏踏实实的。就是说，哎，我说你说相声好，你说不行，就这，好好，直接些。我记住了，再来一次。啊，说相声棒极了。我不行。你看他也知道，但是呢，咱不行。你有得了没得了？他知道，我知道。他说是不行，其实呢，行，这其实棒极了。怎么那么虚呀？说行，其实好极了。您又夸我。我们在一块儿啊，当时一块儿上学。对，那个当初上学学历整体不高。干嘛当初？当初学历不高。现在呢？说咱毕业可能就是初中水平吧。嗯，初中我比他们好点，我是个小学。我是小学。分得清好坏。但
他没有走到一起，不经常在一起了。是啊，我也有段时间我也没有工作嘛，大家都没有上班，可能在家歇着或者什么的。之前都有过，我没闲着。你干嘛去了？你给出兵去了？啊，出国去了？什么？不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没听太懂。再说一遍。出国。哦，咱这人有个原谅，他是个河南人，他这说话这不行，国家管着管得太严了，现在你读博的这不行，沾钱这玩意儿你这不行，你这原谅，你想那挣多少钱呀、啊？你出去跟人读博呀，读博你这玩意儿多大？你这不是人吗？河南人也不这么说啊，就是读博去了吗？读，河南人，你先擦擦，你先擦。气得我这唇油都掉了，这是唇油，不是赌博去了。哦，你能说出来啊？不是，就是赌个儿不大。你要说到底是什么？我气嘴瓢了都。啊，就是赌我呀。又起高了。读书，去读书，考研，考研能听懂吗？考研，考研去了。哦，就上学呀。上什么？上学啊，您还上学去了？对了，上学去了。谁信的呀？谁信？你问问班主任去。班主任去问谁？杨鹤通。你别问他，那是我们之前咱们一块的主任啊。后来我真的是学习去了，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识量，这话对，才能说好相声。嗯，刚才那两位是吧？刘鹤春，刘鹤春老师，包括吧，两位老师，嗯，人家那都是瞎来，胡说，我真是胡说。到他这改胡说了，胡说，真正啊有学问，我太有学问了。你有学问，在这儿在德云社没人尊重我。也就过年那两天啊，过年让大家见着我。过年谁尊重你啊？过年不尊重我，割死他。明白了，要红包。有多少钱？今年没给你拜年是吧？对，哎呦，你等着我呢，先跪你家门口。给你那房租都能跪没了。你知道他们啊，在后台没人尊重，你想上啊？局啊，这不一人吗？这不是就叫我们，这叫称呼啊。全是小，全是这前面的看头，想上小局啊，局仔啊什么，就局仔，就这么讲。我告诉你，我在文学界，人都称呼我什么？怎么称呼您？人家都怕我说话有口音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称呼你？我听听。文人，大文豪。您是什么文人？哦，这文人这头发都枪毛了是吗？这不你给我抓的吗？我这次枪毛不是你给我抓的，你自己整挺好。我这也不行。我今儿说你今儿咱演出挺重要，给我打一底吧。确实给打了个底吧。打的底给我打牙上了。牙倍白，你牙白。你别乐了，你刮腻子了，你那牙。刮腻子。贺大人，您是什么文人呐？就您，文人骚货，文人墨客，文人。您是文人，这我还真没瞧出来啊，还真没瞧出来，没看出来，那不新鲜。怎么的？我还没闻过你吗？我得让你闻呢，什么叫闻我呀？文人墨客啊，说明白就是文墨之人啊。没事，我有很多的这个。业余爱好有什么爱好啊？什么读读书啊？哎呦，还知道读书？读书，嗯啊，月月报。好啊，好，这都大报，这都。你这么，我怎么看您这都这么看？你啥报啊？你这哪有这么小的报啊？我没有，你撕着看呐、啊。他报纸你撕着看呐、啊。我有病，撕一份报纸撕四份，你看他这嘴。要一份报纸撕四份，你来一个。我来不了，你等最后的啊。你别着急啊。对不起啊。是啊，都大报纸。大报纸。你爱怎么看怎么看。看大报纸。看别着看，别着。我太无聊了我。小报纸。小报纸。大报
头头哭。哦，还得从头说。这破从头顺不下去。月月报。学习。月月报，月月大报。月月报。抚抚琴。呵，还抚抚琴。来、啊，就弹一边儿。那这边也弹啊。弹一边儿、嗯，留一边儿。五五剑。确实够贱的。怎么样？好啊，还有呢。五五剑。嗯啊。睡睡觉。对，得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。尿尿炕，算算账。算算账。哦，这算账哦，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。这不是我工作啊，我爱记账。算算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？没多少，确实好算，有必要算，确实好算，掌握一下挺好。我、哦、生活有计划。当然没事，我还喜欢去那个各大公园干嘛去？游玩。哦，游玩。您喜欢到公园里去玩去？游玩呐。啊，对啊，喜欢到公园去玩啊。去玩。什么叫玩？什么叫游玩呀、啊？您可不太了解。您说玩去不就都明白？什么叫游玩呢？我这人说话爱走大折。爱走什么？大折。不是你那么说多别扭。那不别扭吗？啊，不别扭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游玩。啊，就游玩啊。啊，大公园游玩的、嗯，就前两天吧。这人小就爱往大了说。就前段时间嘛。前段时间。前段时间我去那个哪儿游玩去了？我一说你可能你知道吗？那你得说呀。你得说呀，你没说我怎么能知道呢？我去，嗨，我说那地儿你可能都觉得心里都羡慕我。都羡慕啊！咱俩在一个世界里，真羡慕。我有点听不懂你说。没去过了，啊，北海，吓死我了！没去过呀，北海。北海，我探险去了。北海，我发现了野生的娃娃鱼。你先等会儿。你平时都不出门，你生活是不是太乏味了？去北海公园。哎，咱俩就是往远了站是好一些吧？是吧？这样舒服，外面舒服多了。啊。有点费嗓子，对对对，费嗓子，纯靠喊。北海公园游玩，就北海玩去了。游玩呢？游玩还是游玩？那北海大家都去过啊。嗯，景点啊，景点，嗯，风景特别的优美。那是，河水也是特别的清亮。好，哎呦，当时我就看兴奋。看美景都看兴奋了，看高兴哦。啊，我一高兴呢。嗯。还是兴奋，我还是兴奋，兴奋更贴切下面的故事。好，我一兴奋呐，怎么样？我就洗了个澡，他就洗。我头一回尝试啊，在那种场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孩子都担心你，你现在捞我，不是你现在捞，你倒是好捞，你倒是，你倒是好捞。不是，哎，还没有捞。你三十几了？人家还没十岁呢，人家还啊。哇，有机会。不是你一高兴你就洗了个澡，洗澡，特开心。这都什么怪癖呀、啊！你要去，咱也一块儿。我不去，我是我淹死了，你还能活着。是，咱一块儿去。不是，你去那洗澡，你别洗澡了。那北海那水深着呢。我知道啊。就您这个头，就您自个儿吃几碗干饭，您自个儿不知道吗？淹死你怎么办？孩子，淹死你怎么办呀？淹死我活该。管着呢，淹死我跟你，你给我守孝去了，我用饶你吗？你倒是想得开。我想不想得开？你想干嘛呀？我洗澡，你这不是我这又讽刺我，又激我讽刺的。谁激你讽刺的？你干嘛呀？你又淹死，你说着不是北海那水深着呢？咱我知道。你知道你还洗澡去？我洗澡怎么了？什么叫怎么？你脱了衣服下河里头洗，能不淹死你啊？你干嘛？你洗个澡，你脱衣服干嘛呀？我感情这世界上还有不脱衣服就能洗澡的？不脱呀，干洗。干洗。干洗。哦，干洗。不是，你不脱衣服那怎么洗啊？我洗澡，你懂不懂？你懂不懂？你洗过澡吗？我洗澡。你是乳白的吧？你是乳白的。原来是一种病，原来都不洗澡啊。我，你说那是张九龄，他不洗澡、啊。洗澡我怎么不能？不就是脱了衣服下河？我不脱，我不脱，洗澡，懂吗？你懂就懂，你不懂你说我不懂，我跟你讲。好，那我
我错，我不懂。那您得说你怎么个洗澡，我听。就说就河边有个澡，我捡起来到水里洗了洗，洗澡。怎么了？我洗个澡，我脱衣服干嘛呀？有病！你洗个澡脱衣服啊？那你确实是爱脱。那叫洗澡啊？那叫洗澡吗？那不叫。我走大折。走大折吗？哎呀，你走大折不要紧，我还怕把你淹死呢。没事儿啊，洗澡。哦，洗澡。我爱走大折，走吧走吧。洗完了澡，你看怎么着？嗯。风景依然的优美，依然美丽啊！河水依然的清凉。是，我一看这个小风刮的河水是一层一层的波浪。哦，当时我诗性大发。哎，诗性大发不是兽性大发。这钱都用了，就不能再用第二次了。诗性大发，兽性大，兽性大。你别讲。天津大发。你是难讲吗？好，您做了首诗。啊？这不诗性大发吗？做了首诗。我知识事发了，但没做。干发。干洗。干发，干洗，干发。干想。咱还能聊天？敢干啊！咱还能聊天吗？您不是说您诗性？你不要过来，我没。你诗性大发，可不做了首诗吗？我没做。哦，这就纯发的没事，纯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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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那您干嘛了呢？哎哎，重要了。哎，问到点上了。我呀，去你！哎呀，我以为这边还有个捧哏的呢，觉得现在捂住了，去你了！啊，没掉河里，没有，我干洗，我不脱衣服。这番已经过去了。我以为这边听，这边听不见了。我啊，没有做事。那你干嘛了？我写了一副。哎，你干嘛？好棒啊你！你是看他日记了？偷看我洗澡了？你先看一看。我穿衣服了，是吧？啊，人没说话。他说不说我都穿了。啊，对，你别说话。我不说话。着急，我这。你干嘛了？我姓大花。我这后边做了一副对联。哦，写了副对子。不是，那我问问啊，您这个，你别老那么猥琐。我不是猥琐，内容就是，你就开心。你确定是洗澡是洗澡啊？你到底？我，你别变了，再变我说上来了。洗澡，还就是洗澡。对了，就还是洗澡，等于是。啊，对对，洗澡。啊，做了一副对联。我问您，这对联以什么为题呀？风景啊。风景为题。废话，在北塘说了风景，我以煎饼果子为题。天津有水上公园吗？行了啊，以风景为题。以风景为题。那太好了啊！这么大能耐，这么大学问。当着各位给我们念一念，好，你看看，这您的观众在哪念？在哪念？就在此地，在此地。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啥地儿啊？三里屯。你来错地方了呗。三里屯还是三里屯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三庆园。三庆园。哎。啊。三庆园，这是不是三庆园？三庆园。嗯，不太对啊。啊？怎么不？没有说三庆园吗？没有说出我想要的那句话。我再引一引你。哦。三庆园是什么地方？啊，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。三庆园就是三庆戏院呀、啊。戏院是干嘛的？戏院唱戏的呀。那咱们现在呢？咱们说相声。说相声为了什么？为了娱乐呀。哎哎哎，吓死我了！娱乐哦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娱乐场所呀。娱乐场所哦，就憋这四个字儿，不然下不去啊。嗯，娱乐场所。娱乐场所。读书人之多，识字人之广。常有我一字说差，岂不被大家耻笑我学生乎？那便日乎？这什么鸟叫啊？你看那大爷看着你，面无表情，不让你干嘛？你大爷看你也这样，这俩钱花的，这俩钱花的。大爷喜欢听河南戏吗？对。哦，那边如何是薅你？河南戏《满江红》看过吗？真看过。没人笑话您啊，没人笑话我，不是，但是我希望。
各位不要笑话我，不认识。万一呢？人笑话我们呢？没有万一，没有万一。如果有笑话的，这么着，我替您兜着。你还让人笑话呢？你能替我兜什么呀？我不缺这一个俩子，知道吧？那仨你就崩溃了吗？那事儿您念念，您念念。哦，就是想。想学习学习，您是怎么做的这个对子？咱各位鼓鼓掌，咱让他说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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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谢谢大爷。要多动，健身。念啊，奥利给！不刷抖音哈。这个上联。上联。找一找那个中气，中气什么？中气。哦，中气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知道煤气。哈哈哈哈哈！放下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点丧气了，我让漏气，你是充气。然后还喜欢充气的。风吹水面，层层浪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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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好了，真不错呀！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，真不错啊！真不错。好好，我夸您呢，我夸您呢，层层浪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献丑，献丑呀？哪儿就献丑了？好好，我问，那您那个见笑，我还没问呢。我问您这个下联是什么呀？惭愧，你有点过于谦虚了。我问您这下联，抱歉，抱歉。我问您呐，下联你有完没完？啊？你哪那么多画佐料啊？什么？我得问您下联。下联就是风嘛。啊。风，说大风，好大风。不是，诗人见了九人惊。我没问你风。花散老满天星，花开满树上。不是，我没问你风。只刮得身在空。不是，我拦不住这个。我没问你风。风嘛，风。我都说没问你，我问你下联儿。我想吹呀、啊，吹。吹。一个欠债的欠子吹。就让街大风吹，大风吹。我还看不起我呢，你唱歌纯噪音啊！您这唱的，哎，吹，我没问你吹不吹，这次我问你下联儿，吹下面是水面，水面，水表面，表面，片面，脸面啊！你有点不要脸面了，你。我问你下联儿，水面吗？下，层层，层层，他别没下联，层层不是一层两层啊，那不能叫层层，哎，很多层，哎，哎，我再说最后一遍啊。浪浪浪，没说你浪，三点水一个优良的人浪，你就是没下联，放荡不羁，浪荡不羁都可以。好，浪。行，我问问，哎，先生，就像您先生，就您，你不如直接叫我父亲，我听着。我这不尊敬您吗？不要不要。就像您这么有文化的人，这个家里，你快点行吗？你怎么你接不？不是，不是，像你这么有文化的人，家里有房吗？是不是问这个？对，家里有房吗？有房。也有房。有。家里那房就是有门吗？没有门，那是房吗？还是个防盗门呢？有门。有门。确定有门了是吧？有这个门框。门框，门安哪儿啊？也有门框。你们家没有门框，纯门。有门框，有几根门框吗？两根儿。哦，也两根是吧？确定了哈。你要干嘛呀？不是我问，我确定一下，我好问啊。你是卖门的？我是卖门的啊。我说有没有门框，有几根门框？有门，有两根门框，有两根门。你家门按根儿算。鸟笼子，你们家那是？哦，俩门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问问啊，你让我装吧，就改手表呢？都可以了，都是。我问问啊，像您这儿文人，这过年逢年过节家里贴不贴对联啊？放鞭炮啊！回家过年不放鞭炮？你听得懂人话？贴对联吗？贴对联啊？贴对联啊？那比如说，哎，这边贴。风吹水面层层浪，哎，这边贴什么呀？大傻子。那字数对不上。我不行，我不想说你大傻。嗯，这对着是死的，你人是活的呀？什么意思呀？对吧？这边贴风吹水面，那这边贴什么？哎，就问你这边贴什么？你再写一张贴这边啊。要投怀呀、啊。
备了。哦、俩层层浪啊！撒野照贴，没听说过，那怎么念呀、啊？那个上联啊，把音压下去，下联把音提起来，不就行了吗？那怎么念呀、啊？上联啊，风吹水面层层浪。那下联？风吹水面层层浪。那横批风吹水面就这个呀，你什么文人呀？嘿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纯粹是个捡枣的。我呀跟您各位一说您就明白了。不错，前些日子他还真上北海玩去了，明着是玩去了，暗含着他就是捡枣去了。您别笑啊，他净听别人说说什么金丝蜜枣，金丝蜜枣挺好吃，可是没尝过。一想怎么办呀？哎，北海那儿有人多，这保不齐呢有钓。这如果有钓的呢，好捡起来尝尝，明儿个好跟别人吹牛去啊。这不那天吗？嗨，正在北海那儿溜达呢，可巧前面呢有俩人，人家是拿着一大包的枣，是一边走一边吃。有一人一看，哎。这水波浪刮得挺好看，一层一层的，就跟他旁边那人说，哎，你瞧见了吗？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。旁边那人一听，嘿，好了，绝了，你这够个对得上联，咱给记下来吧。人家拿出笔来就给记下来。不是人家记下来了吗？他在后边，嗯，他也给记下来了。那人说，咱这光有上联没下联，那可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我呀再给你对对下联。这刚要对下联，一看手里拿的那个枣啊是坏的，人一瞧是坏的就不吃了，啪一下就给扔了。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，撒腿就追。等捡起这枣来了，坏了，没法吃，怎么呢？掉泥里头了。他也有主意，他就上那河边去了，干嘛去了？洗澡。哎，洗澡去了。等洗完了这澡，吃完了，干了，人家这下联也念完了，他没听着啊。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跑着唬我来了啊？还点头呢，还像话吗？怎么？这常言说得好，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，金砖何厚啊，玉瓦何薄啊，自大念个臭，懂吗？哎哎，看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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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懂吗？自大念个臭，知道我是干嘛的吗？知道我是干嘛的吗？演员嘛。哎，对了啊，对了，演员的肚是杂货铺，你买什么我这就有什么。告诉你啊，今儿说你不能白说，你当着各位，给我来包枣。那你是想下了心了，来包蜜枣。当着各位啊，我给你对个，我赐你个下联，明儿接着骗骗别人去啊。行，你这上联什么来着？上联啊，再说一遍。上联怎么虚什么呀？你说风吹水面层层浪。大点声。放开你，你手机都掉了，什么吓你大跳。大好记大家。风吹水面层层浪是吧？风吹水面层层浪。风吹水面层层浪，下联我给你对雨打，对字吗？我给你对雨打沙滩万点坑。好好好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走吧，捡枣去。什么文人，臭不要脸。赵先生，赵，谁姓赵啊？孙先生，谁姓孙呀？李先生，谁姓李啊？姓什么？我姓王。好的，老孙，还不不说呢。王先生，您先生，您真是高人呀、啊！嘿，不高，高，才一米九三，高什么呀？还得长呢，我还得。还行，没问题，真是高人。都说相声演员没有学问，嗯，那是他们。您却不然。嘿，
您可以说是乱石之中有您那么一块无瑕的美玉。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美玉的。乱草之中有您那么一颗灵芝。哎呦，过奖，过奖。在狗食盆子里会有您那么大块的坛子肉。你这是夸我吗？我夸你啊！我为什么夸你？我给你对上下联来了。你这下联怎么对？怎么对？雨打沙滩半点坑。有奖吗？当然有奖了，能解释？姐，你下雨，你下了一半个点儿。都下到沙滩上了，砸了一半个坑，雨打沙滩半点坑啊！下雨啊，下一半个点儿。对呀、啊，你数着来的，下一半点你数着来的，他不能多下点儿，不能少下点儿，不能下9999个点儿，不能下10001个点儿，怎么那么寸，就下了一半个点儿，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一半个点儿全落沙滩上。对呀、啊，马路上没有，嗯、房檐上没下着。没想着，那万一沙滩上有块石头，这雨点下的上面没砸坑怎么办呢？你请石匠现凿，多麻烦呀！沙滩有人，雨点下人脑袋上没有眼怎么办呢？钻一把，下面钻一把，那不像话呀！啊，你这么对啊，我还不生气，你挖苦人干嘛呀？我挖苦谁了？说谁呢？说我是个捡枣的，我哪儿像个捡枣的了？我瞧你像，我脑门写着呢，剪咋地？我脑门写了，还演员的肚是杂货铺的，你这是杂货铺啊？啊，杂货铺，这是杂货铺，杂货铺啊？挺软呐。啊，之前胖过吧？之前货张的多，现在卸了是吧？什么都有，什么都有。来火鸡，打火机。没有。来 Zippo。贼吧，贼吧，啊，不卖。来条冻鱼，我妈起啥？我说老莫是怎么着？我是有吗？什么都没有，今儿盘货，你知道吧？你什么都没有，你什么杂货铺啊？不是，那且比你没下联强啊？谁没下联？你谁？你谁？你啊？哦，是我吗？台上还有别人吗？我没下联，我有下联啊。不是，那你有下联，我这刚才问你怎么不说呀？你让我说了吗？我怎么让你说呀？我说完了这个上联，我说给各位解释解释。谁想听的？在下联，下联，下联。你干嘛呢？你催命呢？我怎么跟二椅子似的下联？你刚才很像，知道吗？我是个虚呀，我是一个。虚不应该是这样，有虚吗？虚的都回家了，虚。回家了，孙九方吗？哦，你这干嘛呢？我有啊。你有下联？有下联。那有下联，哎。你给念念，跟你那差不多，啊，跟你差不多。嗨，说了半天，一个样子。一个样，我还说的干嘛呀？当然是不一样了。啊，那你说说你这下联，你那下联什么？我这是雨打沙滩半点坑，不一样。那您呢？我是雨打沙滩，点点坑。雨打沙滩点点坑，一样吗？我是半点坑。嗨，差一个字儿呢。差一个字儿啊！这一字入宫门，九牛也出。比如说别人欠你十块钱，还你1块钱行吗？嗯，凭什么不行？一个字儿吗？这差9块呢。你这衣服哪来的？我这是买的。偷的。啊？偷的。这能行吗？那不行，我进去了，我这个。是不是？啊。还什么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人不言自能，水不言自流，金砖头后玉瓦何妨最主要后边来还什么自大念个臭，那对吗？怎么对呀、啊？自大一点儿才念臭呢，你那点儿呢？我那点儿不下你嘴上了吗？我那黑雨下谁嘴上了？下你嘴上那点啊？说话！我这进入情绪，你给我逗笑干嘛呀？啊！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不患人之患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你是求为可知啊？知道你对，不知道你别瞎背。我上联是千层浪，下联你可以对万点坑。我是层层浪，你为什么要对万点坑呢？啊？你能教教，不能教你别瞎教。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人。我怎么了？我越想越可气。我打你一顿吧。你敢打人吗？你是要打人吗？你这。
肯定是打不过你。自取其辱嘛，我骂你两句，你敢骂街？上。有时我学生的身份，你可拉倒吧，你快！不打你不骂你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倒霉模样。我限你三分钟。三分钟干嘛呀？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没答复。不然我在这抽风。我死在这里。哎，别！就你这是抽风吗你？啊？没用，没用。告诉你，我告诉你舅舅去。啊？别！别！啊！你看你舅舅。别！你抽风。那告诉你舅妈。别！别！我告诉告诉。你告什么呀？你告领导。你别！说领导啊，说你瞎给人上课。为人师在后台逮谁跟谁说，我说什么？说人家不对，这不对，那不对。你别，你消气儿行不行？我也不是故意，你消气儿。干嘛呀？你别生气。你给我一答复。是，你给我一答复。您说我招人？快点！我没说，您得让我跟人说明白了，您得啊，您得说明白。说，您说我招谁惹谁了？你摊上这么一货，这点出门没看黄了，你这是？得了。给他说两句好话呀，给他央给走得了。哎，先生，啊，对，不是解释，你说什么叫雨打开开，慢点啊。对不起，你。对不起，磕头啊，对不起。别磕头太过分了吧？啊、不是您别跟我一般见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好吧？大人小人不计大人过，说反了，还跟我这上课呢？不是没上课，就这意思。我就说我这孩子嘴里说什么话没有什么把门的。为什么原因？你看我个儿高1.93米什么的。你别提个儿，我能原谅你。就我知道，我你看我个儿。你是不是踩高跷了？我没踩高跷，我跪着说话了现在。我。您别看我个儿大，但是我说话我嗨童言无忌，您就拿我当个小孩行不行？什么？小孩子，你可比不了。小孩子我怎么比不了？那是几位古人，我不知道。那好啊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。哎，什么叫想当初啊？过去的事儿，我不是现在的。大宋朝文彦博，幼儿道有鹳雀孵球之志；司马温公道有破瓮九儿之谋；汉孔融4岁让李懂得谦逊之礼；13郎5岁朝天；唐刘晏7岁举翰林；一个正字参朋比；汉黄香9岁温席奉亲；秦甘罗12岁身为宰相；吴茱萸7岁学文9岁习武；13岁官拜水军都督；统带千军万马之战6郡81州之兵权；吃苦肉险连环替东风剪凋零；火烧战船使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；虽有卧龙凤雏之相帮，那周瑜也算小孩子当中之魁首。好，我说的这几位小孩子，多大？你哪位？哪位我都比不了了。再者说了，您净说那好的了，那过年给孙悦磕头愣要红包的一个没提呀，一个没提。甭说那个，你说什么叫雨打沙滩慢点坑？他怎么还记着呢？帮不了。我不跟您说了吗？我这说话嘴也长，嘴也冲，有时候说话办事什么混不吝。我就是个浑人。浑人，你比不了。浑人我怎么也比不了？那是因为古人呐。我不知道。那好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。这想当初是过去的事儿，还是过去的？楚国霸王项羽，目生重瞳，帐下有8000子弟兵，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。只今因鸿门宴会，刘邦赴宴之时，相不相装，拔剑舞入鸿门殿，再西行5箭，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，从此斗志。张良月下访韩信登台大帅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智取三关，九里山，10面埋伏，困住霸王。战败之际，前有乌江拦路，后有韩信追兵赶到，抬头见江中来了一只打鱼小舟，霸王点首唤之曰：“渔家，将孤家渡过江去，有薄银相赠。”渔家言道：“你的人高马大枪沉，我的船只窄小，渡人难渡枪马，渡枪马难以渡人。”霸王说：“那又何难？先将孤家枪马渡江去，再渡孤家不迟。”渔家闻听，顺舟靠岸，枪支搭在船上，马匹拉向舟中，一篙支开，船离江岸约有数丈。渔家言道：“项羽听真，我等非是渔人，我乃韩元帅帐下大
将，奉将令使计策前来到你枪马，看一座大将者无枪无马无足，孤身一人，难道你还不落入我们韩元帅之手？霸王闻听顿足捶胸，悔当初不听亚父范增之言，今日国有此败，看来孤乃一浑人也。好啊，浑人真不错。霸王项羽你比得了吗？你连个卖鱼的你都比不了。你说吧，什么叫鱼打沙滩半点坑？你这记性怎么那么好啊？我才多大年纪，我记性能不好吗？还记着这事儿呢？完不了，你赶紧的吧。这我摊上你，我算是服了。你服了吧？你说我这命怎么那么苦啊？我就是个苦人。你赶紧的过去。哎，我就是个苦人。苦人？哎，那你更比不了了。怎么呢？那又是一位苦人。我不知道。那好，嗯，我说说你听听，在想当初，我倒霉就倒霉这想当初上。金总交兵扫南王，番邦四太子完颜氏金兀术屡犯中原，统领雄兵数十万，战将千员，以大宋朝精忠岳元帅会兵于朱仙镇。那兀术连打数十万仗，是出无奈，才将二世子完颜吴贺龙调至阵前，力分胜负。那世子只生得面波如意，齿薄成红，头戴虎头盔，身穿大衣如意连环甲，内衬草楼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坐骑包罗马，手持护手双枪一对，真乃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由清晨战到日落，只杀得金银铜铁八个锤，狄雷严成方岳云河源姓氏大败而归。岳少龙报心中大怒，明日本帅亲自会他。话音未落，由左参谋闪出一人，此人姓王，名佐，字文成，朝上大功，口称元帅，窃喜雷霆之怒，羞发虎狼之威。今日阵前小将，非是兀术亲生之子，乃是我国名将之后。想当初兀术大破鲁安州之时，鲁安州总镇姓鲁名登，字子敬，人称小诸葛，因广敌众失落养城池，鲁老爱全家尽劫而亡。鲁登虽拔剑自刎，七绝师不倒，受了兀术三拜，许下他三件大事，抚养孤儿不伤子民，与他夫妻病葬，失身者才倒落尘埃。乳娘抱着孤儿进了金营，兀术虽将孤儿认作亲生之子，抚养成人，一十二岁却来白上文传习枪法，学艺四年，练就护手双枪一对，盖世无双，人称神枪将。此将有万夫不挡之勇，不可强攻，只可智取，收服此将却也不难，三计可成。岳帅曰：“何计？”左曰：“反奸诈降。”不中。岳帅言道：“恐怕画虎不成，反类齐全。”王佐无语而退。数日后，元帅并未升帐，王佐私打巨将谷固，犯军规，元帅将其再打四十军棍，只打踢开右战，逐出帐外。王佐回到自己营中，将陆安州之徒画了一张，藏在自己法器之中，右手赤令宝剑将左臂断下，偷出宋营，来到金营，见了兀术，口称狼主千岁，我家元帅不仁不义，劝他投降，不降不战，军法不严，无故将我责打四十军棍，使他气恨不出，又将我左臂断下。闻听人言，狼主千岁人已过天，他来投奔狼主，因为狼主铡草喂马，充一小卒。兀术一见，惨不忍睹，遂传下一令：我国金人军争，王佐所到之处不准阻拦于他，他乃六根不全，一苦人。王佐在金营住了数日，一日偶遇二世子完颜吴贺龙，世子遂问兵卒指王佐曰：“他是何人？”兵卒言道：“他乃宋营投降之人，名唤王佐。”王佐虽每日给公子说出鼻骨，一日遇机，这才挂画献图，谢过陆安州之机关。乳娘见图，大放悲声，忙将公子叫到面前，指图曰：“你本不是兀术亲生之子，乃是陆老爷之后，你父死在金人之手，你还不替父报仇，更待何时？”公子闻听，顿足捶胸，随大返金营。这一仗，将兀术杀的是瓦泄冰消，皆是王佐之后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“动听王佐，尊成断臂收降，鲁能离原长演诛仙阵，万古流传苦人名。”好，好。古人，你比得了吗？古人我也比不了。那你说吧，什么叫鱼打沙滩半点坑？哎呦，你怎么还记
气着呢。我胖不了。不是您这说了半天呀，我这不言语就得了。得了，得了，你还不吃去？你听哎，我听你唱。你瞧哎，我瞧你练。哟哟，三哥那是个令。呵，问你拜堂爬了吗？别介，别介过得去吗？算了，算了，吃韭菜呀。我说我算了。你甭算了，你锁猴的。我不好，不好找大夫瞧啊。您让我小，小我也没欺负你啊。我岁数小，还没满月呢。我呀。一个非常麻烦，看你热，一点儿累，哎，再来一遍啊，可以，来来，非常传统的一个节目，哎，没法再传统啊，是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，嗯，一起上的第一个节目，对，啊，那个说演一个什么说演这个吧，嗯，很久没有演了，很久没有，这个翻场。翻场再给大家说一个小段，来聊一聊，有规矩啊，说一个大段再给大家说一个小段，乐意听到我们就再说一个，不乐意听到我们就小点声。怎么都得说一个是吧？说一个，说一个。很多人都认识这个王九了，很多人都是看人家王九了老师来的。没有，街上人实在太多，找地儿歇会儿。是吧？本来咱翻场也不知道说点什么，说点这个小故事吧，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一问他。哎，就主要问您，您逗哏。我没有什么问题。那就小故事吧。小故事，嗯，这么快就进故事吧。小故事，猝不及防啊。嗯，有很多。你看我们虽然说啊，个头有差距，是，但是我们这个岁数差不了多大。他还比我大一岁呢。是吗？95年那么牛。我改了。这新的儿子跟我一天生日。儿子，其实我们是差不多的。感觉现在我们不光这个演，不光说相声，还拍戏。谁拍戏啊？那我师傅。我以为你好拍个视频什么。啊，孙悦啊，孙悦啊，大夫。您进诊室呢？这好这儿呢？有什么病吗？我好演个大夫。你想演个大夫？我说你。这个哪？我刚刚说哪？演戏。孙老师，我师傅，嗯，经常我师傅有时候也会拍戏，对，《满江红》。满江红好啊，怒发冲冠，金兰出。哎，好啊，你可以，你看你毕业了，去看那个，哎，去拍戏。对，有我们去探过一次班，《满江红》啊。对，你怎么没演一个呀？我没让。他把实话说出来，你也能来个什么小哑巴什么的呀？我来车轮都行。这个你不是演了，你不是串了一下那个什么呀？满江红吧，那个就是那个全军覆送，完了你在城墙边上那个倒数第二排那个。行了吧，你是吗？咱俩一块去的吧。城墙谁没见过呀？没有啊。这个拍戏我们去探班。哦，像我探班在哪儿啊？目的性很强。在哪儿啊？你探班吗？在哪儿啊？你在管在哪儿打错告示了吗？司机知道在哪儿？反正从北京出发，嗯，去探班。探班的时候，我踏踏实实让跟师傅这个也很久没见了，嗯，聊聊天，也说话。你跟你说不说话？说话说话，这样的。说话，聊天，聊天。这时候，嗯，王九龙同学，我，他们又在我们这儿聊天，出去了，啊，因为这个剧组有好多那个女演员。都比较漂亮的，就几个嘛，就几个，女也可以啊，啊，特别的漂亮。嗯，他过去就是跟人就是搭讪，算搭讪，就是想跟人认识一下，聊天呗，就是聊聊天啊。再来看人姑娘确实漂亮，啊，他呀，你连在台上有的时候挺活泼的，啊，见着女的他害臊，脸红，他就是不善言谈。啊，你媳妇儿这么告诉你的？不是我媳妇儿，很多人的媳妇儿都是这么告诉我。这个人可不进法。你要说你好好说，我跟你说。小草告诉我的行吗？小草是谁呀？这个特别去调戏你。看麻筋儿。这条腿看了。嗯。这个说哪？说到好跟人搭讪。你看麻筋儿，我就能忘。嗯。好跟人搭讪，他知道不真不善言谈。我真不爱说话。玩笑圈看女的。好看，没有什么。说出来呀，没什么的，没有什么。姑娘就唱了吗？姑娘，真漂亮。小话到头了。我们结婚吧。啊！
这还不爱说话呢，他太直给了我也。这姑娘也挺好的，哦，但是反手。反手给我大嘴巴，反手给大嘴巴。我已经想到了。反手大嘴巴。啊，嗯。姑娘高，不像我，我俩是。谁像你似的？反手给大嘴巴。嗯。当时啊，这脸都抽肿了。能给我脸抽肿了？啊，抽肿就太有劲了，就难过了。就跑出去了，一溜就出去了，嗯，跑出这个剧组了，啊，门口也是看门大爷就给拦住了，是，以为动物园长颈鹿跑出来了，一看以后是个人，啊，门口看门拦住了，哟，小伙子，哦，怎么的这是？他给看门大爷解释了一下，怎么回事？有个姑娘漂亮，跟人闹着玩，啊，反手给了我一个大嘴巴，那得反手。当时啊，岁数大，正义感强，嗯，你干嘛来了？啊，你进来你找谁来的？你该找谁找谁，这剧组人姑娘人也是工作，你干嘛啊你跟人瞎斗什么呀？啊，是，这是你能斗的吗？再说人家女演员是喜欢谁呀？喜欢谁呀？喜欢导演，所有人都喜欢导演。啊，你是导演吗？你就跟人斗啊？他挺实在，是我不是导演，但是我也有导演那份需求。你别跟我说这，欺负我岁数大我没有吗？你这也太拧长了，真的。啊，干嘛呀？我告诉你，你这小子，哎，看你面相还是挺好的一个孩子。我能看出来。能看出来。你这样，你要想干坏事，你这你得付出。我怎么付出？你花钱。我花钱。对了，不是。听我说完，这不更吧？你听我说完，你赶紧到最后我说完了，你觉得可以踹再踹，啊，过程中别踹对吧？我没说完呢，干嘛？没踹，我踩着大褂，没踹。吓人也犯法，这个你去往前走，花钱左拐，嗯，有个红绿灯，那路口那有一个卖人皮面具。是人皮面具，人皮面具，就那假面具。什么面具？就跟就假面具，你过去那什么大导演的面具都有。大导演，你买一个面具，哎，你化妆套上弄好了，你过去你想干什么不行啊？挺开心。戴个面具。谢谢，说完就走了，去找地儿去做那个人皮面具。我去买去了。大导演。啊，不能提名。不提名。大导演，整上了。大导演，特像，你知道吗？弄完了以后已经是晚上了。像谁呀？打听好的这个女演员住哪个房间啊？就去了。当当当，一敲门，嗯，女演员的门分左右。嘿，这门分左右，哎，嗯。当时人家一看，大导演嘛，面具嘛，哦，跟真的一样。大爷，你再坐会儿，马上完。大爷听不了这个，大爷听不了。大爷是导演。大爷是导演。一分钟，我稍微身份里了，就不给这面子。别动啊，都别动，马上结束，马上，不用提速，白补了三分钟。啊，我一下1.5倍。好，大爷好，1.5倍，哎，大导演过去了以后，让进去。哦，哎，我让你。女演员把这大导演让进去。简单来说吧，让进去了，就喜欢大导演嘛，他不知道是大导演嘛。简单来说，大概有个3-5分钟吧，上去。反正一番风雨，什么3-5分钟的时间，就是进屋。你甭大意，你别抠这细节了。这个反正一番风雨，这时候一番风雨，他突然从那个床上跳起来了。哟，嘿，怎么意思？你以为是导演吗？啊，我是白天调戏那王九龙，就是我。双胯的女演员跳起来了，女演员，嘿，你又是女演员吗？我是看门那大爷。观众朋友们，您可以。